今天有一个养殖户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他家的双血统沙滩金金毛出窝了，350一个，咱们一起去看看值还是不值。这边已经来了，这一窝小狗还可以啊，又肥又胖的。我的天哪，个个都是这个沙滩金，可以啊，我的天，太肥了，这么大的院子里面，狗还养了不少呢。这狗简直太好了，得好好给它讲讲价。太肥了，这只不是特别好，这只是枫叶红。你看这只小尾巴，我的天哪，这只其余的全都是沙滩金。哎，你看那个干啥来？那是吃了呀，这喝水了。哎，你看，这喝的这个不怕拉肚子吗？我的天哪！啊，不拉肚子？确定啊？果真吗？我的天哪，老是馋我，快！一小肥胖子，你看走路一转一转，挺可爱的啊。咱们来给他聊一聊，他给我要350个，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挺合适的，看看还能不能给他聊一聊，再优惠一点。不枉我开了2个小时的车，来回4个小时，这太累了。这家伙好活泼呀，咱们把它给搁哪吧，把这些都给搁一坨，你这省了跑来跑去也不好拍。对，把它们放盆里面啊。哎呦，那一只干啥来？拉屎，太恶心人了，赶快这三个家伙，这是油太大，你喝了不拉肚子吗？我的天哪，赶快全都放盆里面。那个还差一个。哎，你看，天哪，好肥呀、啊！哎呦，又跑出来了，这质量啊，这大脑袋，这小宽嘴，太漂亮了！5个狗是吧？哎，别走，5个狗卖几个？卖4个，1200行不行啊？啊，开车那么远，开了1-2个小时。多少？4个最低多少？啊？4个1500，3×4=12，4×4=16，1600让了100，一个狗让了25，合到4/12，有点贵。你这样吧，这4个我也不少给你，那个红色的我不要，你留着，留一个是吧？5个狗你自己留一个，4个我带走。给你加100吧，1300行吧。都就是这小狗，你看那么远，你也没空去弄，这实在是太那啥了。你看毛还那么柴，长得也不漂亮，1300吧，行吧。啊？就是那个叫什么家伙，人家这两天还没营业，打电话。哎呦，打电话有啥用？他不开车来，我知道他不开车来也没用啊。啊，哎呀，1400啊，1400合多少？兄弟们，3×4=12，350，还是350呀？这狗妈妈来了，太漂亮了！你抱抱这个，我看一看。我心里面预期的要高那么一点点，1300行吗？给个面子，让点油。1400块钱，我能每个你要1300？14004个。嗯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带走吧，行，这几个我要了，带走吧。那个红色的我不要，把这4个浅色的全部带走，好吧？4个浅色的，走，咱们抱着准备上车，走吧。你们还想看什么小狗？记得评论区留言啊。这家伙实在太肥了啊！你看这屁股一转。记得给个这个收藏加关注，来，喜不喜欢大家可以评论区留言啊。哎呦，你看，太肥了，太漂亮了，这狗真的太值了，350，捡个漏，绝对性的捡了，这都是可以办证书出证书的是吧？双血统的，漂亮啊，绝对是 OK 的。咦，你看，哎呦。身上有点湿，哈哈哈，可以。
走，带走。